间。我也刚才知道，你知道他前一阵是不舒服，但我跟他比较，我没什么机会合作。我曾经邀请他来，他也来我们美凤纽约，但就这样也不太行。就他好像就是喜欢运动，然后觉得他说他是有洁癖的，就是弄得很干净啊，什么的。那其他就不行，都会希望大家真的珍惜身边所有的一切人事物，在一起就是一个缘分。就反正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其实也不用太有些事情就珍惜吧。当你去珍惜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很容易过得去。一个人的那个面临一些工作压力吧，那当然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有些时间真的要安排一下一些不一样的生活，让自己跟朋友聚聚也好，去哪里走走也好。就工作的时候工作，生活呢努力生活。工作的时候谁难免都会有碰过一些问题，就我以前秀场到现在难免，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但是优点还是缺点，我就是有一种忘了很快，我忘了很快，不是故意要去忘，而是真的忘了。当你在照顾自己的时候不是很勉强的话，可能会身体免疫力就会比较 OK 一点。就是你一直勉强自己的时候，然后很多事情过不去的时候，久了它就影响你的生理跟心理，然后就影响到那个身体。